个星期，阿贤带你品尝超级巨无霸的传统煎糕。哇，真的不错哎！炭火煎盘烘制的古早味啊，叫友族同胞也为之疯狂啊！回多了，回多了，回家。另外，娇小香脆的煎糕啊，加入玉米或鸡蛋，同样叫人欲罢不能。阿贤人情味本期菜单，满面春风，阿贤准时给您上菜。